大胆虎骨，你这是要谋逆吗？臣之忠心天地可见，我个人生死安危事小，大辽千秋功业事大，独奸宁南除，老臣誓死，你要清君侧。荒谬！你升任涿州刺史，数年来务民无实，一对社稷无功，二对国政无助。 朕念你为三朝老臣，屡屡包容，不料今日竟敢在这离间君臣，败坏朝纲。来人，将乱臣贼子拿下！<笑>你们这帮乱臣贼子，居心不良，迷惑太后，妄图废除太祖旧制，变更大辽法度。 朝堂上是该清一清人了。协臣，臣在。各位宗亲的家属可有安顿好？回太后，各位大人的家眷已经安置妥当，就等太后和主上发落了。萧爷爷，我等兵败，自然任凭处置。我岂敢罪不及子嗣，祸不及家人？你胆敢违背祖训呢？朕。 自然不会违背祖训。你们这些老臣，心怀社稷，不惜以命正国，朕自然会好好待你们的家人，也会全了你们的殉国之念。乱臣虎骨已被击杀，你们本该一并处置，可朕念你们都是老臣，对大辽算是赤诚，免你们一死。美人。 赐草原封地一片，吾诏至死，不可回京。家人妻儿不得相见，子孙三代之内，不可任重职。你等还不快快谢恩？太后英明。